于2012年6月24日0时10分许，在本辖三民区九如高速西侧平面道路，本分局决明所接获火烧车情事，立即赶赴现场，并使用车上灭火器协助将火势扑灭，同时通报119到场，现场持续协助交管。经了解呢，本案系同性驾驶该次小客行行经该路段时，车上保养用香精罐突然自燃，引发爆炸声响，并非枪声，令同名手掌、前臂灼伤，意识清楚，送医诊疗。详细起火原因，由消防局火调科调查中。